片。对对，白白的是那个哦，这边吗？没有吧？有，这里刚这里有在动啊。哦，那他投出来，投出来了。他应该这位置他待不久吧？这位置待不久。哎呦，那白白的一点点。他探头了，又缩进去了。对对对对。结果眼睛还不错。知道了，看到了就知道了，没看到就不知道。在那里，船上，在那里。白白的。手机看，白白的。对对对对。手机看不懂。还是看他这比较清楚。哎，飞出来了！哎，飞出来了！飞回家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了！飞回家了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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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好，来这边叫你看一下。对，哇塞，有啊，这样站得很高。哦，这么清楚。那个手机站得很高。抓过来，就算看到的也是糊糊的。站得很高啊。这是几倍？这样。哎，几倍很难说。很难说。我现在焦段是1800毫米。它很小。你一般戴个8×25的望远镜，大概可以看得稍微清楚一点。赏鸟一般的望远镜推荐是多少乘多少？我自己是买8×25的，8×25你可以看清楚一点而已。哦，对对对，但是至少可以看一点。推荐牌子是 Nikon 的？没有，我其实望远镜不是很熟。啊，对对对，看你心情，不要买太便宜，不要买太便宜的就好。这望远镜我没办法推荐。放大太多倍。对，可以在这边放大。可以啊。真的很犯规耶！哎，这次真的定点不动哎。我们每也不是不动了，繁殖期都要来这边守护一下。是哦。赶快走。现在头搞我丢进去来，对，立马给我看看你的脸。这边族群就是固定在这里。他每一年都会在这边繁殖。我们2到6月，大概3月开始就会。你们今年比较早，对不对？没有哦。你们以前不是在有时候快4月的时候才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大概都是他交配完我们就出来了。哦。会吗？我来第3年了。我去年2月就值班了。哦，是哦。他都一直待在这里，真的哇！他是描绘的呀，不是不是，业余爱好者。对，他一直在看哦。对啊，他现在在拍，请问有准？他有准在这儿。可以先看一下哈。他要飞了啊！哦，这个，哎，我起来了。哇，我在看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正好看刚才的。那镜头好大一只哦。还好，还行。没了。巢穴还有一只哦，巢穴还有一只哦，它叫一对，你们就等他们一对哦。哎呀，又出来了，交班。我们两个交班，它是孵小的。恭喜哦，它交班刚好又站在原来的那一块岩石上。去看，它现在两只，一只回来这里哦。对啊。另外一只呢？进去了。回巢穴。对。好好好。对，我就说他们超幸运的，他又回到他原来站的那个点，所以这边看得到啊。
没有，你不是站在这里，就这一只啊，就是那白白的那个、啊。对啊，白白那个就是啊。运气好，它飞回来这个点，竟然被我录到。好晃，走了。